4月1日是张国荣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，作为忠实粉丝的章子怡在今天凌晨的4:01转发微博缅怀张国荣。他转发了自己14年4月1日的原创微博，11年过去，你依旧是最不一样的烟火，怀念，并配上新的文字，死亡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，有那么多人都在怀念你，安心。在这篇微博下面聚集了很多很多张国荣或新或旧的粉丝，与章子怡一起回忆。你说你不喜欢大家叫你张国荣或者 Lizzo， 你喜欢大家叫你哥哥，因为很有亲人的感觉。你说自己是一个很怕被别人忘记的人，哥哥，我们从未忘记你，15周年继续宠爱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